电力灰太狼。尊敬的、伟大的灰太狼先生，您吃了我吧。哎呀，刚刚吃完了懒羊羊，我现在的胃口已经不大好了。还是求您吃一口吧。好吧，把腿伸过来吧。你大白天就睡懒觉还咬我，起来去抓羊。老婆，天气这么热，羊怎么会出来呢？我到哪儿去抓羊？是吗？你这没用的东西，每次向你抓羊都抓不到。这些小羊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老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用这间神速小鸡山对付他们，抓他们易如反掌。居然敢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玩。老婆，做好配菜，今晚就准备吃烤全羊吧。杀！不怕，有了村长新发明的快速躲羊鞋，他们呀是抓不到我们的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午餐做好了。好吃，真好吃。哎呀，他才是最快的一个呀。你们就吃吧，吃肥一点，晚上好做我的晚餐。我穿了这件快跑衫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快跑啊。先吃那只瘦的。先吃最可恶的。灰太狼，你快来呀。哎呀，还是那只最肥呀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快帮我下去，帮我下去。我有办法了。哎呦。哇，好厉害呀。通过电流刺激肌肉细胞，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。强大的力量，
那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啊！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来试试，老婆。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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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又不去抓羊，还待在家里玩电？你还敢电我？哎呀！我已经充满了力量了！灰太狼，你又来了，你可真够毅力！把你们的轮子鞋穿好吧，这次我可要好好的跟你们赛赛跑。再见喽！怎么样，还跑吗？可中！加油加油啊！力气还不小呢。我们还是快跑吧。是烤着吃还是涮着吃呢？糟糕，电没了！哎呀，慢一点好不好？哎呦！老婆，我只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哎呦！我什么时候能吃到羊肉呢？很快的，老婆，只要我解决了电力不足的问题，那样就行了。哎呦！这会是十万伏特的电力，来吧！又没电了，这可不行啊！有办法了，老婆，准备烤羊肉。这个灰太狼怎么厉害了这么多？看来不能出去玩了。
还是他的心情最好啊。各位美餐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快关门！你真的那么认为吗？你们自己先投投票，看看谁先下锅。快把火药给我！吃完了羊肉放风筝，这个主意不错呀。